首先就要恭喜冯允谦你噶，事关阿 J 你啊，即将仲会推出新专辑啦。而讲到呢只新碟就犀利啦，因为当中咧八首歌全部都系由阿 J 自己作曲噶。嗱，咁你系 A B C 嚟噶嘛？喺加拿大度长大，应该都好受港女欢迎噶噃。嗱，咁样拍拖经验应该好多噶。咁呢只新碟入边有冇呢啲沟女心声喺入边啊？有冇溝女經歷啊？之前有拍過拖嘅，即係之前翻嚟香港都有嘅。咁但係因為翻嚟香港，去追求自己嘅夢想啦，想做歌手，咁其實就好難做 long 啲咯。因為我自己就我覺得好辛苦啊，係咯。好似我爸爸媽媽咧有做 long 啲咧，即係佢哋係我爸爸咧就不嬲都喺香港做嘅，大陸做嘅。咁我媽媽喺加拿大做嘅，咁就已經分開咗，已經差唔多係。廿幾年，咁但係佢哋個夫妻都好好嘅，佢哋都好愛對方嘅。咁但係我自己諗翻，我會覺得我自己未必可以做到咁樣咯，因為我自己係你唔夠定力啊，係咪啊？唔係夠定力，但係我自己係因為我係好即係中意有人嗰陣時，我係會想有人見佢咯。我覺得會好辛苦，如果唔會有人見佢。嗯。咁你而家有冇心儀對象啊？而家都冇乜。依排因為真係做緊忙啊，咁但係。我覺得最重要是溝通，因為有時可能你見到一個女仔，你覺得她很漂亮，心理好，但是一識落可能未必有這個火花，未必有這個 chemistry，所以又未必可以、就是、一起去繼續，所以都難了。